語言學上，麵粉同花源自同一個字，女人愛花，同樣似花，細緻、優雅、華麗，內裡蘊藏無盡嘅生命力。麵粉表現柔韌，象徵住孕育無窮可能性。一個是塑造菜式的重要根基，一個是代表生命中最好的年華。將兩者融合，就有綻放生命的寓意。對意大利人來說，麵粉就好像中國人的米，經歷千年仍然屹立不倒。要演繹出菜式的精髓，我會用意大利00號麵粉，它用小麦最中间的部分磨成，质地细致，韧度适中，麦香蛋香缺一不可。每一件意大利云吞都有自己的独特线条。用花来点缀，就好像身上面一件单品，恰到好处，展现时尚悦目，花影纷飞，绽放浓郁意象。對於我來說，Luxury 就是绚丽。